太牛了，给我！这位大爷是孤寡老人，他养的这只狗是他捡回来的流浪狗。虽然自己条件艰苦，但他对这狗还是像家人一样照料有加。好年娃呀！我就在我养这么久。孤寡老人，我孤寡。你吃啥？他就吃啥？哦，他睡觉在下面睡的吧？哦，你睡上面，他睡下面。哦，你睡这里啊？你们看不？前天看了。嗯。给我啊？嗯。送给我啊？哦。看他睡不得。喂。喂。大爷。嗯。你喜欢养狗不？喜欢。这头狗大只，大了也养不住，晓得吧？啊。我主要是说啊，把东西出来看乖了啊，找我一个找伴安逸。哦，大爷还是想有个陪伴。我给弄个米给来，这个狗我拿去给治病，我拿去把它养好。养得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干。来，喂，花，把它照顾好我的。花，来。来，去，花儿啊，花呀！他身上皮肤病好的差不多了，那个绝育手术也做了。后来我们给大爷送去了一只小可爱，取名叫华娃。很萌，大爷很喜欢。先给大爷买了很多东西给。之前的视频里面有很多人问，我们为什么不帮助老人？为什么不帮助老人，给老人拿钱，给老人买东西？我，婉婉，面包，婉婉，你在这陪着大爷啊、嗯，陪着你爷爷啊。这个从开始喝的，黑芝麻不行。乖呀，乖呀。拿去吃的了，拿去吃。嗯，洗衣粉呐、啊，毛巾啊。虽然那些人是在绑架我，是吧？道德绑架。但是呢，我能做的，我该帮的，我都会去做。谁选的？啊，这些。这是我给大爷选的。你选的。他应该有一颗粉色的心。哈哈哈。然后我吃。然后。哎。可以。陆陆续续我们到大爷家去过四五次，给大爷买了所有的必需品，帮他打扫卫生，还做了几次饭一起吃。看到没，华娃在地里面，在这个地里面，看到没，华娃。老人家一辈子了，有自己的生活习惯，比如说我们给他换了毛巾，但是他不用，嗯，他不用新的。我们想把他的那个床的罩布给他换掉，但是他说他的那个新布啊要用来晒粮食。你说这些蒜苗吃给你看。都不重要吗？你慌炒的什么？回锅肉。莴笋拿过来，莴笋锅里倒，莴笋还有吗？口水。饭不下了吗？去那个那个头部。哎，我的眼睛。倒。准备睡了。嗯，好香。这是扣肉，这个是什么肉？粉蒸肉。粉蒸肉啊，粉蒸肉。这个是豆腐。这个是我们的节节高香肠。这个是。怎么样？今天我们提前把年给过了啊。来，大爷，你收拾东西的时候慢点哈。啊，我们走了。
高兴了，高兴就好。哦，高兴就好。嗯，我们走。